这家位于天母的蔬食餐厅，听说 Bagel 才是人气商品。整片的玻璃外观看起来明亮开阔，一进门看着满满面包，让身为面包控的咪咪客完全无法克制。店员说可以买到餐厅享用。结账后捧着 Bagel 走到餐厅，平日下午客人也不少，明亮采光感觉就像沐浴在阳光下。因为低消限制，我与友人各点了一杯饮料，简简单单的风味喝起来没有特别印象。蓝莓起司是店内销售 top one， 拿起来颇重，一刀切下果然扎实，口感也是厚实饱满， Q 弹有劲，只是嚼了半天还是没吃到蓝莓，感到有些失望。这颗芝麻芋头胖胖圆圆的外表真是可爱，一刀切开，哇哦，这满满的芋头充满香气，微甜不腻，这感觉满足多了。以超人气爆馅来下标，却不是每款都这样，感觉有些图文不符啊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